透明。但是我桌上牌桌就是 MVP， 上下自摸，几个对不起的错，出牌让你头晕难以捉摸。要不就冲一个，不要说跳着吧，大神。欢迎收看《挑战吧大神》。好，观众朋友，踊跃下载我们《挑战吧大神》APP， 我们在现场等你来开房间。当然，想报名节目录影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留言私信给我们哦。好，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参赛，第一位呢上席了，赚到23300。好，来，我们欢迎圈圈。哇，圈圈他说23300，他就要不上班了。哦，没那么严重吧？23300。三个牙缝都不够啊！没有，加油住家里啦，对不对？住家里，经济吃家里住家里，对，赚的就自己存，是自己存啊，真好，很棒哎，不错啊，对不对？家里面还不需要你来养，要啦要啦，还要啊？哦，那2万多的养，给零用钱的，给零用钱的，好了，欢迎啊！来，第二轮欢迎夏雨禾。Hello， 大家好，我是上次东风下来的夏雨禾。东风下来，代步也没上去。没有。你到底有没有拿过奖金啊？有。3万就拿一次，那有什么好骄傲的？也不错啦，今天来血耻。好啦，今天加油，好不好？加油！欢迎，来第三位欢迎一郎。哎呦，嗨，我是一郎。哇，这叫一郎啊？啊，对，你们是日本人？没有，我是台湾人。那为什么叫一郎？爷爷取的。我知道，他是把他不是他名字把他缩写了，叫一夜七次郎，简称一郎。是不是？不是。那姓什么呢？姓黄。姓黄。黄一郎。黄，好像我们叫黄鼠狼。啊，有人这样讲过。有人这样讲啊？哎呦，真是。绰号啦，从小的绰号。啊，帅哦，帅哦，帅哦！你毕业了吗？啊，毕业。毕业了，今年？啊，85年。85年次的，哎呦，那不小嘞。啊，对。对不对？你26了。26、27。26、27了啊。好。很小啊。小帅哥，你要做这行吗？啊，没有。没有啊？有没有想签你？没有，我们来今天节目播出就会有了，我们找你了啊！欢迎依然啊！来，这位小小，大家好，我是小小。小小，你好，你好，小小你不小了吧？我们一直一点都不小，不是身材 OK， 对对，我误会。对啊，你看看啊，嗯，年纪也不小。哎，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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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像辣妹，好吧？对呀，我们家蛮远的，蛮远。他说远看是辣妹啊，远看啊，我也是远看是辣妹。人家穿红色有什么代表吗？意义吗？纯粹喜欢。喜欢呐，想要问一下。然后因为我们前一集有一个女人，她就穿红色，我们从来打破红色禁忌，红色打到最后种子三万多少，但奖金被我守住了。我跟你讲，红色就是大好大坏一样。大好大坏。好不好？三分是牌技，三分牌技是运气。对，没错没错没错。OK OK。麻将不能这样，就算我打得再好，也不见得每场都会赢啊。没错的。好，好了，欢迎大家。谢谢。来了，马上是我们的东风三缺一。耶耶耶！来，马上是我们的东风三缺一。今天最开心的是一郎啊。对。不过应该你们两个年纪差不多而已，这些都是姐姐。85。对不对？你还比他大吗？我85。同年呢，对不对？哇，一样，哇，来，手机拿下，手机拿出来。害羞了，害羞了。好了，卫冕轩轩哈，来开门。14，来看四家的牌。王家轩轩的牌，一郎，夏雨禾，加油，小小，漂亮。好，出菜。东，后。哎呦，漂亮！这么宽，他刚刚已经说了漂亮。南，北风，南，北风。哎哎，你没抓牌呢，大姐，啊，当相公啊？北。这么好，还提醒一下，但是也不提醒，真的下台。牌太漂亮，东风，这么多，早点打不吃，3万，这么美啊，这么美啊，收到，嗯，漂亮，欢迎。九条，
白板。哎呀，我看一下啊。哟，还好像也不错。哎呀，二饼，一饼，好。吃一下。等一下，太美了。太美了。对呀、啊。你是说你本人吗？甜的来。哇，很甜，甜。不吃，对不起自己。哇，卡脏。五万甜的，放着，放起来，红中，放着，先把红中拿回来，好，一，成功，花。红中，有红中就是你，在考虑发哪条？你又小小听牌了，九条，五黄，四万，你是呼吸一下，吓人，他自己放松一下，六条，四条。深呼吸一下，吓人，他自己放松一下。六条，四条，七，九筒，白皮，七饼，四。球筒，怎么了？怎么了？吃，哎呀，九万，四万，吃一个，哎呀，好吃，四条，爆啊！我刚刚分心了，你心里没有听到，你是糊了。我以为你在吸煤炮，然后你真倒霉啊你！我真的分心了。你没有，你打牌没那么厉害，不要可以把它分开。我有分开，不是那次我刚好放开六万，我很开心，你知道吗？哦，六万进来了，然后喊四条，我也没听到，然后就想没听到，去挖挖耳朵。所以我说会回来的嘛，还是你的耶。萱萱，你要打一条就好，没事。对啊，我可能想打四条，是我知道。光二花你哦，你看看，是这一套放的真不值得。穿红色真的见到鬼了。我这样说吧，红衣小女孩，她是红衣大女孩。三台，东风三缺第二把，第二把，一郎，十一，看四张牌，张家一郎，加油，雨禾的牌再接再厉，小小。萱萱，萱萱加油啊！运气进来啊！你放的是三台幺了，来出菜。成功。真的打难。西方。一万。放。哟，雨禾醒了哈。西方。九饼，
小鸡。有 Nico Nico 啊，可以做八对哈。提醒大家啊，要有机会的话可以试看看。哎呀，胖哦。才讲完就算了。人家不贪心，人家不贪心。哎呀，白讲。对呀，不贪心，不贪心。6万，不行不行。十分。广州。四条，碰一个，不碰可以啊，不碰可以。我要罚50哦。此风，哎碰，没有，没碰碰啊。6万，才6万。白板。大的不缺德，才6万，我想不高。五条，5万，7万，好。哎呦，这5、6万拆的真好，真的，人家抓了2只。嗯，9条，后一个，5条，9条，鱼章，8万。没有，等一下，管他了，不管他。我呀，我胖，我胖，我胖。4万，2条，8万，4万，17万胡烂了。点下架，2条。8万，东，4万，哇，不是，你搞到自摸了，怎么回事？8条，为什么拆两头的牌？小鸡，2万。不一样，啊，折了，6万。不要，5万，没人要了，碗子臭的一地就是，一地都是。6万，3条，补花，再补花，双一花，双三花，就是没有二，8万，8万。九饼，小鸡，7条，都没有，怎么这么焦灼？8条，
南葱，黄的肉，五花，冬，开，开，对，七杠，七杠，差一点，七杠，差点没注意到，看一下啊，红葱。七条，六条，一人剩两张。九筒，七二，没，怎么？就这么多圈圈，七笔，七笔，还有一张，要不要拼？不要，八条，很小心的、啊。那我们先忘好了。七笔，怎么样？要吃啊？没有吧？没了，没了。三万。三条，好，快倒下来，都没听，都没听了吧？没有，那边，一二五，哦，还是有听啊，当然了，好险，没办法打的了，你小组里面都打了，九万对十个吧？对，对不对？没有啊，欧饼都被抓死了，嗯，这牌没有人去猜个五六万搭的，那么多对子，猜五六万搭，对不对？好，丢丢才丢，黄抓。公三街第三把有了，十四，看四下的牌。大家下雨盒，加油！小小，继续加油。轩轩进来，朗朗，我也想进来。好，紫菜，冬，跟打冬。五花，四风，那个九条，一万。一饼，五饼，天哪！哇哦，吃一个，还是被吃倒了。难，打掉就不难。一饼，西风。小鸡，西风，七万，哎呦天，好啊，九万，白皮。白皮碰起来，西风，六万，碰，八万，九笔，四条。吃一个，哎呀，开心！先拿回来，五条，吃，往里跑，三饼。哎呀，跑走了，跑走了，吃不到，跑走了，哈哈哈哈哈。六饼，
吃。当然是打这个，还想考虑什么？南方下家吃了四条。我们昨天有吃。黄忠碰一个，我再碰哦。三条。芭比。华彩。大家都。好，后面才出字啊！九条，两小，哇，两小哦！同意啊，两小。红中白皮两台，这边是屁股。现在是我们的东风三缺最后一把，报告你们四家的积分。好的，现在分数最高的呢是我们的雨禾5800分，然后小小3800最低，萱萱是4900。一郎5500分，好，你们俩差1100哈，所以你一定要胡他的，要不然要拼死摸。来，你庄家，加油加油！哦，该他庄家，你庄家多一台了，九至几？看四家牌，庄家小小，继续加油，萱萱加油，一吉龙，加油哦，雨禾日文，拼九七，一吉龙，一吉龙没？对，可以出菜了，然后。还有没有爷爷的感觉？一龙，东，小时候大家都这么叫。对啊，爷爷一定是这样叫才取一龙嘛。东风，红中，红中，红中，东风。八条，吃卡脏了，发财，发财，西风，碰，小小不小万家，啊，南风，台南。集体直追了啊！加油！八饼，碰！哇！九饼，三扎了，三扎了。嗯。六饼，碰！天哪！三条。六饼哎！六饼，六饼，赶快，赶快！我还去，我听得很清楚啊！我是抓六饼，我听得很清楚。对对对对对，我把它把它想出来。你抓，赶紧抓牌，小小。知道什么不能打哦？对对。以后不能穿红色。九饼。穿红色人会变。对，穿红色哎。白板。来个北，小鸡，一路向北，啊，五条，五花。二条，七饼，七个，拾起来，三角，谢谢。五花，哎呀，再一个六饼，北方。3万，吃一个，哇，开心！七饼，五花，一两个一下雨盒都不用怕放炮了，好，七，你们放炮都不会被淘汰。
7比9万。吃一个吧。6条。刚刚已经知道我要碰6条了，善良哎，没办法，还要进牌啊，我忘记了，忘记了，我。吃一个吧。6条。刚刚已经知道我要碰6条了，善良哎，那没办法，对啊，还要进牌啊，我忘记了，忘记了，我。哎呀，我想说，这6条不要再出了，没事，反正抢不来被淘汰。7平。5平。4平。发财。9条。2比。2比。再一个7比。太多吧。7条。好了，全天下最美的。好了。6条断。对啊。7。卡6万，性质不好。好，双三花，所以呢。放炮还是过关，但是小小的分数就最低，恭喜啊！不是恭喜，对不起。恭喜，刚刚伊朗胡了一把。恭喜！小小东风淘汰。先坐，先不要急，不要急，你个性那么急哈。啊！好，来，我们南风逆转胜。来，马上是我们的南风逆转胜。好，东风累计的是6200啊，刚没想到。啊，因为那个小小呢放了一个1炮2响，救了轩轩，谢谢。来，一楠，好，你累积了6200，开门。十出，开4张牌，庄家一郎，下一盒。漂亮。小心。进。轩轩。不漂亮。啊。不是。西风。跟着西风。漂亮，北风，南风，风筝，哦，转掉，西风。大家发财。后。南风。白板儿。更大。会。北风。真漂亮。2张北风很漂亮了。碰一个。我的牌跟我的人那么漂亮，牌张选的，哎呀，有钱了，知道啦，去哪里漂亮到底？好，一只，8条，吃一个，哎呀，真好，谢谢，2饼。打8条，自己来，没有1万，有8饼，5花。紫风，进来吧，难呐，我在跟你对话呢。芭比，拆
花鱼，漂亮，有没有？发条，南宫，进来，又是一问，来，蓝饼。六饼，进一个，吃一个吧，一龙。头碗，来，白皮呀！哇，你的牌也是哦，只打了这两个一万，打了这两个一万。哎呀，我跟你差不多。七饼。六条，一个，终于啊，好感人哦！一个，调好了，这么漂亮，来啦，吃一个，也是哦，到底哦。小弟，三三，热情的，八条，一万，站起来，风风，鸟儿，九条。七条，起来，四条，四条，喂，红中，哦，二万，四家都很烂，你不要这么说，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很漂亮。我也是，大饼，我被人拿走了。几条？这条。我跟你讲，我最美。谁跟你一样气啊？五花。怎么会杠？哎呦，发财杠起来。七饼。西风，求求你！奇怪，再一个五条，哇，不对，这个状况不对，哇，八饼，哇，没事，至少安全。怎么样？轮了，小鸡。奇怪，都被抓死了啦！不行，不行！小鸡，求求你了！一万，好了，好了，各位，三张一万，我也三张一万，三十八桶，给个鸡，快！哎呦，这，哎，要死了，一人一张，一人一张，二条，最后一张。哇！祝你，四七万是吧？第四七万，谁？没啦，没有了，快倒下来！哎，谁被抓，全部抓死是不是？我一四桶啊，四七，第四你要被抓完了吗？你真的期待久哦？对啊，摸起来的，真的吧？你看，不他准准一四饼的四七万。要死哦！完全没错，真的要死。好，黄庄。好了，南风，你转身第二把。有了。十一，看四下牌，庄庄下雨盒。加油！小心。水门水进。轩轩。好多道。一郎。他得胡。不是。难难了就不难了。OK， 好，马上跟着你，南风。西。
南宫。鸡。大饼儿。红棕。下大鱼。西风，黄忠，大饼再一张，发财，换一个，一个甜的七条，嗯，三碗，小鸡。南风，一万，不要对我。嗯，杭州，五花，三条，吃一个，六条。白芝，小鸡，啾啾，这么快，小鸡，快投下来。小鸡不是才刚打而已吗？刚发财双加，两台。南风，你转身第三把，下红小鸡。我的开门。十二，二看四角牌，庄家黄小心，加我红，萱萱加油，玉郎加油加油，下一盒，再接着力，好的，先打一个阿贝，北，东风，南，小鸡，南，我也有南，竹筒，哇，谢谢，呀，呀，谢谢，二饼，发财。真的发财！哦，再吃一个，嘿，六桶，哎，吃不到。嗯，八桶，红棕，碰碰碰，小碰。八条，风风，发财，来进一个好不好？嘿嘿，这个真的好，大饼。黄六，六条，破，
有一直起来，带他的朋友五条，一条，西风，你怎么那么多丝啊？对啊，经理啊，你看，哇，哇。哎，南风，这一个，二笔，这一个，哎，谢谢，太久以前丢的二笔，一笔，八条，白板，来。哟，七个，换你叫了是不是？来一个，九条，不，合理啦，嘿嘿，来一个，双眼皮，二万是不是？那我要把你吃起来了。来七条，第七，六饼，吃到了，九条，八万，八万。还能碰啊！他都是碰哦，很可怕哦。七条根，小鸡，小鸡，跟着没事。怎么？哎，怎么了？哎呦！哎呦！我认得输了。我差点又要丢九万，哎呦，该丢的啊！一万跟九万呢？怎么丢九万呢？你看哈，他已经碰掉了。好，白皮自摸，两台三台。好，南风逆转胜，最后一把报告你们三家的积分啊！现在我们分数最高是一郎7900，好，夏雨荷是5000，轩轩是4100，你们俩差900。你是胡他的，你胡他要两台，你胡他们俩都要两台，但你现在庄家已经有一台了，来开门。13，看四家的牌，庄家轩轩，小林，一郎，卡巴德，雨禾，加油，王嘉欣，加加油，来轩轩，庄家，西风，西风，油桶，油桶，来西风，东风。发财，好哦。南风，好，好意。八条，八只。哎，再来。哦，奇怪，这么多。哎哎，奇怪。你是开八张？没有花杠。背包，碰一个。九万。碰一个，九饼，二饼，白皮，碰一个，小鸡，五万，六。5万哦，上一个，小鸡，4万，
跟头。好甜。好了好。接起来。这条。八号。吃一个。七号。吃一个，七桶。刚才，东风。九条。三万。二条。来八条，来听，四万，这八条啊，碰，来，二条，八条，怎么这么多条子？二头。补了，哎，补了，哎，多一台一个，白皮一台，700分，啊，那如果再多他的多一台，你们两个都扣900，又平分，好，所以没办法，轩轩南风淘汰。好，现在是我们西风冠军战，来，马上是我们的西风冠军战，中国南风呢累计了14800，那这一局如果再累计6000以上，20000多。那今天差不多25000以上了，哦，懂，好不好？以后今天会不会一直叫三郎？啊，叫三郎。三爷，来，开门。11，看四家牌，庄家一郎，加油加油，下一盒，加油，小心，选猫选鸡，现在赢，出赛，东风，可以，可以，好，美，北方美人参考，东风。七，碰一个，小鸡，五，蓝，二比，牌好像不错，对呀，你那么几条，吃黄的，皮呀。碰起来，碰起来了！红中，过水碰是不是？四条，还有得吃嘞！三条，你吃，吃不到，想吃吃不到。来了哪个？八条，七条。九条，哎呀，二条啊，进啦！哎呦，还可以呢，还可以呢。好了，九吧，九点，放起来，一嘛，三花。六饼，吃一个，八万，进来，七万，开心，你走，七饼。画 happy， 一张两张，好啊，这个
好吧。红中，立来，六万，是，合理，六万，十一个，哇，你当时会吃，十一个。没事吧？不要吓人嘞！啊，又一个六万，四万，九万，哎，怎么再来呢？伟哥。条，哇，吃不到，这有什么问题啊？三六九条呢，会不会打牌啊？我之前都是放中间的，中间，对呀、啊，是丢一个他的旁边，后面的，啊、应该跟你下三条，西风西风西，庄家三台，西风冠军战的第二把，比如庄家，加油。十三，打开四下牌，庄家下一盒，加油！庄家勋，我一把，庄家赢，必然，加油！南南风，马上跟着南风，东西风，东北风，西。中西大饼要先走多少条发财大饼儿顶我哎哦对哦这么开心刚拿到刚拿到的做事哎，哦，来西饼哪个？嗯，一条，三条，嗯，一条，快吃！哇，真的要吃哎，不吃对不起。来八条，坐。九条，碰，四条，六万，碰，哦，这么开心，五万，再调，不碰，好，那我吃，要吃，买一个三条。白皮，小白，西风，五万，五万，来，四饼盒，八条，吃一个。哎呀，真的让我服了！哎，你也服了耶！哇，厉害了！哎呦，我们一天一样的，哎，一样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四张，哇塞，多色屁股。好，西风冠军第三把。很好，再接再厉。差四百分而已哦。看四张牌，庄家黄小新。再胡一把。出两赢，一郎。加油加油。下一盒。好，先出阿贝。放一个。哎呀，阿贝被放起来了。东风。发财。会发财。跟你发财。
九饼。七封。超甜，七碗。啊，吃不到。买只。黄章了。一条。大饼。八万，好烫。好了，你的盘有九万，哪个放弃啊？七分。九条。小七，吃不到，一饼，中了，中，咚咚，中，五条，吃一个，哎呦，吃个卡张。再猜一下，四条，来呗啊，红红，九笔，啊，去白笔，吃一个，四万，哇，进牌，哇，进牌，一万，这是一万。我在盯奶哥。九条，我是不是太盯了？目前都给我自己，有啊，给他了一个九万，那是我丢的。吃一个，一瓶儿，谢谢，及时雨啊，来八万，给我来一吃吧。哦，九条，厌世的牌，二条，是我再接再厉，来，吃兔，吃笔，红中，九笔，够烂，三万，空，四万，进一个。六万，进一个，是一个，还在进，看这把黄的机会很大。你该不会吧？来了，哎呦，来吧，走了，哟，不要笑，你不是要黄了吗？三小，屁，怎么可能？骗哎呦，哇塞，这样的卡张。庄家两，你是二花南风，庄家三台，下西风冠家最后一把，哇，今天没有到最后一分一秒，分不出胜负，好辛苦啊，只差一百，一郎领先一百，你六千五，你六千四，啊，庄家，我帮你啊，还要叫人家帮忙的，我靠，不知道你要什么，看四下牌，庄家徐乃英。一郎，哦，下一盒，壁虎啊，不小心，不能放，来，一万，一万，七，西风出来了，谁胡牌谁走，谁终止，西风，九万，吃一个，哎呀，九万起起来了，你看你有尾的。九条，你不能喂他，这样才是帮他的。我把他喂到五。九头，九头，来了，东方，放一个。哎，对。六条，对不起。
所以今天看这个局，应该就是他。对，他的叫了，今天是他的叫了。真的，三娘一直叫三娘啊。哎呦，阿美，啊，可以。来发财鞋的啦。北风。缺一个。好。缺一个。五万。五万不错耶。不错耶。缺一个。哎，你也不错啊，吃两顿。吃了吧，呀，吃不到。挑战榜大神，好，吃了一个，五万，五万不错耶，不错耶，吃一个，哎，你也不错啊，吃两顿。来，好像可以吃了吧，呀，吃不到。来了，九万吧。大神，我在风前苦苦求了几千年。八万，我唱歌了。进来，哎呦，你是不是抖音了？是的，五万。哎呀，发财，应该留你的。小白，这边。好多，来两只，大饼，流氓，吃一个。哎呦，六九你都要呢哈。绝招五万在他手上，所以看到没有？他自己打了五万了。三饼，进，二饼，二饼是不是？他被掉了，他被掉了啦。来啦，你先走啦，七饼啦，八万，不行，七万，进，朱莉，杠上，哎呦，这很杠上哦，朱莉，北方，啊，九万啊，六七八万，厉害了吧？厉害，怎么一个呀？八饼。没事，没事。失败怎么那么可怕？又失败。六万先跑，三六九一路。四万。九饼。大饼。哇！转一圈而已吧。好。到了。赚了。来个，放你一马，让你有点竞争力。九比，要帮我呀！我这样子都摸得下来了。三花，四万，进，二万，打黄也是你输哦，差一百分。进，我，给我。叫我放给你的意思吗？七饼。哎，对，要是我放给你，不行不行。七饼，我们很共振的。不行不行。红中。拜托，就是你了。九万。你不要啦！你不要，你打的。不要，你给他一点机会呗。我有机会吗？哇，这个样子啊！给我，给我！不行，我居然放太多了，我太孬了，我太孬了。六条。进。二饼。那里，那里，对。哦，这个怎么打哦？真的是视频啊！真的会黄。红中，多孬的一个人。发财。红中。
一百分隐恨。来吧，你刚才是怎么嘲笑的？救了你！志平，给我吧。一百分隐恨，要来西方了。一百分隐恨，四分。对嘛？来吧。不会，就是他。漂亮！啊，无比！真过！哇，真的！你看这边六饼砍了，还有一个六饼，对啊，绝挂的。我以为你听卡张五饼，我转一下。我想说，已经打了八饼，还有八饼还有一张。八饼要来了。好，四摸台，一台再两台。哇哇！恭喜夏雨哥获胜。总奖金23,900哎，现在加5000，28,900哎，啊，这一郎呢，在我们西风淘汰了啊，但是还可以打我们的败部复活战，好不好？加油！来，败部复活战，好来，马上是我们的败部复活战了。今天奖金呢是23,900，总值是28,900，你看接近30,000喽。好，来，三位加油，一郎，一郎开门。可惜啊，真的，你最可惜。八点啊，看三家的牌，庄家一郎的牌。加油加油！小小，继续加油！轩轩，加油！来出菜，东风。哎，东风没人要啊？这边吗？没有没有，这个，嘿，这个，轩轩在这里。北风，北，红中。西方票哦，南，九条，白皮，我要放前面，三花，我要放前面，哎，等等，红中。七万哦，七万这么甜，九饼，东，3万，吃，那必须吃枪，一饼，先把它吃回家哈，9万。六万，再吃，哇，有这种好事。2万，送一个，九饼，送一个，九饼也碰，哇，又是后队，不会吧？二铜。5万，八饼，7万，补花，海之，再补花，七饼。万，西风，9条，八饼，一饼。华海之，北方，
好。不能。还有这种事？庄家一台。败部获胜的第二把，来，小小。你庄家了，干什么？你有？你是昨天想要去哪里？就穿红色，你知道？喝到天亮是？看三家的牌。庄家小小，加油！轩轩，加油！朗朗，加油！来，出牌了。我好像我有开门，所以有帮你抓好了，帮你抓好，丢一张就好，不用担心。白皮，好，白皮。你当相公对我们来没好处。对，南风要重打。南风，给我一次机会吧。东风，发财，碰哦，来碰起来哦，来七万。二花发财庄家三台哦，有机会了，有机会了。七万要把它翻好，翻好。七万喽，甜的甜的甜的。一万，吃一个。一万先拿一条。是。五万。九饼。三六九饼在一四里，他换成二五条。九饼。哎，他看不懂。三饼，他很小心的打开。三饼，哇，这么好，好甜，真的漂亮，好甜，好甜，好甜，超美的。一万，一万，一饼，放一个。再一个，六饼，三六饼都给你，九饼，七条，吃到了，再吃一个，开心呢，你先吃回来嘿，好，再一个六饼，哇，那么多六饼，五条，吃一个。四万，七万，二条，分一个二条，二万。七饼，三万，三十五万。哇，边张这个转的好呢。来，大家倒台。我听最早，二花发财独听庄家四台，半步破三的最后一把，来报告你们三个人积分。好的，现在一郎的分数呢是4100分，是最低哦。然后我们的小小呢6700最高。萱萱4200，好，你们两个都要对他了，嗯，只能糊他，好，来，你先开门，好，八点，看三下的牌，庄家萱萱的牌，这边，一郎，加油，小小，我要晋级，来，萱萱出菜，南风，出手啊，好，九万。东风，北，西风，五花，好，你写好填了，就在你前面，就在你门前。哇，你真的喝醉哦。对啊，昨天喝太多了，喝了不少哦。发财，发财。八，进一个，二条，二条，六饼，北风，
大饼，吃一个，哇，真好。七条红棕，哦，一万。再一个大饼，二饼，白皮，放一个，南葱，五花，这怎么想补那边了？哎，这有花了，我就相公了，再干一个。四饼，南风，一条。打开的时候，你看两只手上来，可以啊，可以啊。哎呀，我怎么那么笨？这你看得出他是很笨。昨天没睡好了耶。没有打牌的时候，都可以两只手来理牌。花一只，可以正前方。二饼。三饼。这个。给它举起来。不能怕了，最后一把牌了，打手都不用怕了，你不冲也没有机会。五饼，刚刚也是碰，一样道理。嗯。三饼。六饼。六条。没。九条，南凤，要闭车哦。南凤，八条，没睡好就是这样。放一个，八万，八万。南凤，要闭车哦。南凤。八条，没睡好就是这样。碰运气。八万。八万。吃。好坏，好坏。啊？要不要碰？要不要碰？给你机会了。不要。那就吃起来了。吃起来，我就丢二万。可以。服了。服了。刚好三台，卡张，刚刚算了，哇哦，白皮四花独听，刚好三台，刚好，他这牌你去吃，他想听每一点，他想听三六万，我想听三六啊，哎，想听每一点，我觉得对啊，他碰了就没有害到你，真的碰了就没事，继续丢你的卡，对啊，哇，一郎还是捡到了，恭喜一郎获胜。来，我们决战北风北，决战北风北，23900，好，以后呢是我们的种子加5000，28900，那你两把赢他，你可以逆转，好，加油，加油，我希望你赢了，好，他比较有钱，来，这倒是，十出，决战北风北，看两下的牌，好的，我们种子雨禾，赢吧，今天就是我了，一击喽，加油，这两把。来，出赛！哇，哎呦，好甜！大饼，是不是？我高兴太早，开心了，哎呀，不开心了！要被人家两把逆转胜，你就知道了。刘佳，好。
外面有后援队，希望。进牌，是不是？哇，好像很厉害哦。太臭屁了哦！啊，有点嚣张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五条。干嘛？不准笑这么开心，外面。二条。好，怎么回事？一万。好。哇。你们不可以都分在他那边。二条。水二条，好。这里。就说他有后援队。加油。为什么呢？我在我这边。二条开坏。哇，你看。开会，大兵，三万，就是，五，九万，九万，刘炳，杠一个。还可以睡一个，你看看，有这种事。杠上，我跟你讲，炮，杠上，炮。他打过我，他打过我，七万，进，四条，啊，耶！四七，没办法，他挺好找。对啊，他有够会摸哎。不猜二条的话，你糊的。哦，要猜八饼的话，他有够会摸。我刚才考虑要猜。我每张都进啊。了不起，了不起！人家想想别人心情，不要这样子。好啦，恭喜夏雨荷获胜。来，跟我的决战北风北。好，恭喜夏雨荷决战北风北，28,900哈。这个一郎，我来帮你，我来帮你报仇。送你们三位营养全面升级的养生经典蛋，补脑、补眼、补手气，开门。在做法了，没有用。六出六，来看梁家来，老家夏雨荷，张晶，徐乃顺，徐乃顺，顺顺顺顺的顺。挑战榜大神，来到吃菜喽，右手右手，淘汰。你们今天太过分了，我们这边很严格的。可以移动了，大家。一条。吃一个。有举起来哦。六万。才六八万，两万怎么要？九饼。钢筋。好，第三张卡。两张吗？好，刚才叫你们进来一点，结果。拼命的，估一张一万，估一张一条。给他吃起来。对啊，他少吃什么也管。真的，我就说你今天的话会反。啊，对对，因为很好哎，你。你们两个分起来，分起来。好，来下一把。对。没有下一把。来了来了，哇，雨禾厉害，这边请。哇，28,900！哇，1,900！靠他妈，这秒杀哎！来这边，真的秒杀，超秒！什么日子啊，真是！下次不要穿红的，红的不行，被搞衰了。好了，谢谢大家，谢谢。好，观众朋友们，赶快上网这个下载挑战吧大神 APP。想报名节目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粉丝专页留言私信给我们哦。谢谢收看，晚安，拜拜。